外面下雨了，所以今天不能去水上乐园了。孩子们不用伤心，我来帮你们做一些蛋糕。我真的很想去水上乐园。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制作一个水上乐园。应该在正确的地方玩耍，客厅都被弄湿了，妈妈真是抱歉，所以现在我们把这里打扫干净吧。